林依晨形象正面被封为林富平女神，翻摄自林依晨微博。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女星林依晨长相甜美，两度登基金钟，戏后宝座，精湛演技备受肯定，充满正能量的她被外界封为林富平女神。虽然没有太强的节目效果，但她自然不做作的个性深受喜爱。脸书红人时尚编辑的真情话大赞她很温暖。 林依晨日前受邀担任金马奖颁奖人，她不仅以难得一见的性感装扮亮相，也坐在台下参与一年一度的电影盛会。当新可影后惠英红上台发表感言时，林依晨也跟着落泪。时尚编辑的真情话表示，自己看到这个画面忍不住大笑。她认为林依晨不是个有新闻点的艺人，更直接的说她讲话很无趣，除了正能量之外，没有其他 他有趣的梗，但时尚编辑仔细想想后表示，他把所有情绪放留给了真实人生，因此常与别人一起哭，即使这些事都与他无关，但他仍会一起感动。大赞有这样一个总是会为了别人的故事又哭又笑的女艺人，很可爱。 很温暖，林依晨下台又二，在金马奖跟着得奖人一起哭。翻摄自时尚编辑的真心话脸书，时尚编辑的真心话大赞林依晨是很温暖的人。翻摄自时尚编辑的真心话脸书。